熊猫外送。来两百个。两百个，等我一下哦。可以。好。哎，红哥。哦，马克啊，马克，你也知道做外送？无啦，我前下伫阮家订饭无，结果阮家这两天工程收起来，就无做。我想讲送外送过一下生活，对。你有啥物代志？你嘛爱甲我讲一下啊！我哪会好意思甲你讲啊？来来，这坐。啊靠呗！啊，订单过来啊！红哥，我还想送订单啊！你趁钱者，我零工啊，好不好？零工，明仔载。好，明仔载几点？八点。好，八点。八点来来哦，我准时到的。好吧，我先无用，好啦好啦，红哥，兄弟。好，卫生无用啊！哦，鞋子脱内就可以。哦，谢谢。老公，马克来了。马克，红哥，来这坐啊，来这坐啊。是啊，你好，来这坐，来这坐，叫你坐。嘿，青山住住的，无去啊嘛？未啊，去安怎干？去笑，住较好着。嘿，马克啊，是讲我久无看，今仔要啉酒吧？啉吗？大家无啉的，吐动的。来，有啊，挂一罐酒来饮。可是那个钱的事。哎，你莫烦恼，你。你喜欢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什么代志？无代志，食饭啊！真正假啊？食饭就。无你的代志啥？生活过了袂歹嘛。吃了嘛袂歹嘛吼，干你娘！哎，这都唔搞钱啦，操鸡巴！干你娘！喂，无你的代志，你坐就好。干无你啊！干你娘！恁洪哥欠我钱，我干免甲你亲身来做。什么钱啊？无你代志啊，马哥。你开车弄着阮小妹，今嘛人搁伫咧病。我无你钱。干你娘！那我给你十五万啦，我无给你钱。十五万，病院阁需要十万啦。啊，厝的当我遮舒适，正好。你当我差个一十万？哼！今仔若无摕这十万，我袂走。洪哥，啊无，你有代志你先处理啊，我先等下无用啦，吼。好，洪哥你先无用。好。好，最后七十万，以我两天的时间，我会处理给你。马哥，你还阁走倒来？大哥，你要来十万只，对不对？你对来钱？一部较早甲厝内在做房务，欠落要娶某的。迄钱袂当用啦。钱阁赚着有啊啦，咱遐尔济年兄弟，你拄着困难，我敢袂使甲你斗相共？哈哈哈！我就讲，我绝对袂看唔到人啊！你看，你有看到吗？这确实兄弟啦。这真正是你的好兄弟呢，阿叻，我会使接受啊。大弟呢，已经决定好啊。马克是阮兄弟，即摆来市内拼了无好，
你敢走外线？咱讲我都无甲斗三工，伊若甲咱做伙啊，一定搁较好诶。我最爱是你兄弟啦，无你无方便啊啦。铁乌人会变啦，啊是偌早要搭找人？我是咧讲啥笑？啊无死我嘛啦！兄弟真好笑呀！无啦，到底你先冷静好无？你听我讲好无？这间公司，阮两个人付出遮济，对无？啊是安那？是整间公司放互倒遐？啊你无法度接受我的讲法，安尼我嘛无法度接受。你敢有咧为阮大家想看卖啊？好，你试，我先把你底薪超过。好，马哥，我阿你讲，要啊，要钱要来，今仔日只，咱大家都食饭。哦，阿姐，尼克是我公司的股东，以后你莫找我了，你来我公司对我做阿伯，今仔日咱大家都食饭，不醉不归啊！来，驾。来吧，兄弟，兄弟，再干一杯，喝到天亮，醉不归。现实中难免有太多的是是非非，来吧，兄弟，我再敬你一杯。来吧，兄弟，兄弟，再干一杯，就算明天雨打风吹。